家好，这里是手游酷玩，持续为大家推荐好玩的游戏。游戏并不只是属于男孩子的专属，手游也是一样。相比动作射击、格斗冒险，女生们的游戏取向要文静些，清新、可爱、休闲是她们中意的元素。下面小编将为大家盘点适合女孩玩的九大手游，一起看看吧。下面推荐第一款《卡机探险队》，这是一款冒险闯关类游戏。在《卡机探险队》中，玩家将会出现在一片神奇的异世界大陆上，在这片大陆上存在着各种不一样的生物，玩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种族进行冒险，在游戏内结识更多的好友一起进行探索。游戏内可爱的画风以及清新音效，让玩家瞬间喜欢上这不一样的冒险游戏。所谓智慧，就是在正确的时间。下面推荐第二款《喵斯快跑》，这是一款音乐类的动作手游。在这精致的卡通画面下，与三位可爱的小姐姐在出色音乐的配合下进行一场华丽的大冒险吧。配合着音乐的律动，通过精确实际的点击人物进行障碍跳跃以及攻击，将所有邪恶的大坏蛋全部击倒，守护这个世界的和平吧。下面推荐第三款《崩坏学园二》，带领你萌萌的齐亚娜来消灭各种可恶的僵尸娘吧。不同的关卡中会出现多种僵尸娘哦，不同的僵尸娘有着不同的技能效果，有的僵尸娘会反伤的，不要冤死在自己猛烈的火力下哦。下面推荐第四款《牧羊人之心》，这是一款以人工驯化魔物为主题的全新 RPG 休闲动作手游，完美无瑕的奇幻大陆世界观倾情打造，端游版极致流畅游戏体验，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等你感受哦。推荐第五款《奥拉星》，这是一款偏卡通的 RPG 冒险手游，玩家将会出生在奥拉星中，踏上寻找三位英雄和奥拉之辉的旅程，期间将会收服许多精灵宠物和获得许多伙伴，和他们一起抵御邪恶的力量达斯特军团，一路和他们进行战斗，并且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。还在等什么？赶紧下载进行热血的冒险吧。西河守护文明。下面推荐第六款《梦幻家园》，玩家要通过消消乐的形式积累小星星，然后解锁家里的各种装潢和家具，简直就是为女生设计的游戏啊！对于喜欢装饰的女生来说，地毯选什么颜色，家具怎么搭配，这个题材本身就很适合女生，更不要说还能养宠物。总之，这个游戏把消消乐以及模拟经营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，整个游戏的画面也很精致，画风讨喜，真是一不小心就会要想解锁一下屋内装潢。下面推荐第七款少女前线，这是一款二次元策略养成佳作，萌萌的御姐萝莉，顶尖的声优怪物，再加上独特的玩法，数十人的即时战斗，绝对少有的良心手游。游戏策略性十足，而多样的职业角色还可以满足收集玩家的偏好，而游戏的剧情和角色设计也是没得说。
下面推荐第八款《少女咖啡枪》。这款游戏为玩家重现了一个未来的末日世界。游戏中，玩家将携手自己的妹妹，躲避面具怪的侵袭，共同逃出校园。在拯救世界的道路上，邂逅多位不同属性的美少女，并使用各式各样炫酷科幻的兵器进行激烈的战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少女游戏怎么会用男主呢？所以真实情况，妹妹才是扛枪扛大炮杀怪打僵尸的人，哥哥只是个拎包的。当然好感度系统肯定是有的，等到了咖啡屋里，男主就可以撩妹了。下面推荐第九款《奇迹暖暖》，这是一款全新的换装养成手游，讲述了暖暖受莉莉丝王国女王娜娜丽的召唤，来到奇迹大陆，经历种种的故事。数万服饰，一种搭配，百变风格，一秒换装，首创搭衣 PK 全新玩法，高级定制服装玩法，小说式的剧情体验，邀您开启服饰搭配的奇迹梦想之旅。喜欢这类游戏的女孩们一起冲吧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以上就是手游酷玩挑选的九款适合萌妹女生玩的手游推荐。在适合女孩子玩的可爱游戏中，玩家可以体会到不同的乐趣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一起来玩吧，男孩子们也可以试一下哦，没准你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呢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记订阅哦。